万世间花火金彩虹，也是通往西完全节目隆重开业。谢谢，几位朋友到咱一个巴黎，跟台湾好朋友婆家来过咧，祝大家赚钱赚个不会，赚钱赚个大把倍，每天过着快乐 every day 啦啊！啊，今日是咱的粮食，今日的粮食，今日台湾岁数是几百年，古历的九月二十日，美好的星期五，欢喜日子来庆祝，庆祝着咱的中拿英寿桥。啊，咱的双手尊哦，六房天上圣庙，观音佛祖，立为正神，圣诞千秋，层层秋，圣寿无疆，圣圣寿，圣诞万寿万万寿，大好的日子。而且首先来恭祝着咱的中南英寿宫，立为尊神，会当神通广大灵灵吉，有求必应万里兴，神男神女龙尊吉，必定来大殿神威救众生。来恭祝啊，咱的英寿宫啊，咱的双手尊哦。六房天上圣庙，观音菩萨，文武众神来祈求，公雕武顺，国泰民安，南天北国，路南成祥，四季平安，不绝有客，师父来保庇所有善信代表好朋友，啊，拢会当卡达四方，空空地里卡达四方，金玉满堂，金玉满堂开，祝大家会当再去，好去，隆重来了啊！啊，人来讲哦，咱的中南永寿宫哦，立为尊神，不但灵感有慈悲，千秋万世来国祠，香烟滚滚，团满地，岁月流转，等神威，所有善。神代表来参香拜拜，相信呢，咱的六位尊神一定来庇佑，庇佑所有咱的好朋友呢，我拢当求财得财，求利得利，求平安呢得平安，求囡仔可有气，老大人身体健康，食个利啊利，少年人讲话当来大赚钱哦。啊，杨根呢，整个规场闹来五六十步，要来感谢是咱杨根的请主董事长，而且大大声来做奉上，大大声来做感谢。首先来感谢咱杨根的请主董事长，不是别人啊，也是咱的阿中。啊！英寿宫管理委员会又到咱的主理委员施茂福，我们的施主委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再来感谢咱的秦奇塔，啊，咱的关注了啊，林高成，我咱的林关注，谢谢。也感谢到咱的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邱英来，咱的邱理事长。啊，感谢咱的林园工程有限公司啊，咱的林建地啊，咱的林董事长。也感谢到咱的代表哦，也是咱的林清汉林董事长清汉大哥，还有我们的陈永清陈董事长永清大哥，也来感谢啊，咱的张振发张董振发哥，也感谢到咱的顾许花哦，啊，咱的当女王哦，啊，咱的阿辉姐，也感谢咱的高许满哦，咱的高许满哦，我们的高董哦，我们的董娘哦，啊，阿班姐啊。也感谢咱的陈秋燕、陈董娘，我们的阿燕姐啊，以上呢，咱的侪侪请出头家老板来给咱赞扬，来给咱赞助，也祝恁来当请客包提客咯，宝宝贵人来相助，达到人生美满的高度度。啊，咱今日老来这部，一来敬神，二来敬礼，叫老来的气氛，老来场面，也祝着侪侪呢，咱的请出头家老板，今日可能开个这么多，然后摊落千千万万杯，用未完，过来存真多，一袋来团过一袋，钱侪个寄伫咱。在银行跟农会，父母尊心欢喜之下，会来使用必要，必要到咱生活最最，请出头家老板，会当一年365天，每一工都会当过了，真轻松。一年有四季，四季是个类，祝大家都会当春夏秋冬四季在，好运年年来大赚钱，又个来大发财了啊！啊，咱今日不待定个来直播啊，我们呐安排条歌星小姐来演唱歌曲一支歌。当然呢，哇，马兰西啊，上海流行啊，咱好朋友上海喜爱，我们的钢管辣妹也都会来到现场陪伴我们所有好朋友。大家就拭目以待，敬请期待。这部未来安排亲情，依照惯例，介绍到咱的贝多文以及无奥上届辛苦咱的总经理，也是我们的 DJ 老师，就带咱在台南合作片出国人的好朋友，花火金彩虹也是这部公司梁明宏所率领，帮灯光响，帮爵士，大乐队，有功劳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我们的 DJ 老师，谢谢您。